你果然还活着，不能走，回去救火。回去？你疯了吧？正在冬雨跟蛇一样，正在冬眠，温度高了都会醒过来，到时候我们都逃不了。等等等等。 我们休息一下再走吧，被那些蛇人折腾的不行了。哎，刚才那些到底是什么怪物啊？黑妃子。黑妃子，他们看起来都跟蛇一样。你还记得黑色长毛的蛇吗？那叫黑毛蛇，它们会寄宿在人的身体里边，通过散发的毒素会影响人的神经跟肌肉。 所以人会做出各种奇怪的姿势。当他们遇到更好的宿主的时候，就会发起进攻并试图寄宿在新的宿主身上，所以他们才会攻击我们。这就是生物学上所说的寄生与共生的概念。小子记住了吗？太吓人了！哎，吴雪，你们到了古铜精以后有发现什么吗？我和王蒙为了躲避蛇摆。 进入了这个铁皮建筑，我们顺着顶层的办公室，一路探到了这个通道的后面，终于让我发现了古铜精的秘密。所以这里就是真正的古铜精。没错。哎，既然你们已经找到了，那我是不是能回去了？ 带你们去看点有趣的东西。 哎，那个是什么？大算盘。那是穷奇，还大算盘。
这不就是大算盘吗？嘘，闭嘴！朕赐八方，位阶从天，守一从离起，这正南离为一。 西南坤为二，正西兑为三。吴老板也太会打算盘了吧？他怎么什么都会？干四，这八卦算盘的算珠都是有固定敲击数的，多敲一下跟少敲一下都不行。最后啊，这算珠会形成一个八卦。 这是只有张家人才能破解的机关。张家人，他不是姓吴吗？姓吧，数而指天。 房间是空的，有点意思啊。没错，站上去。下一个。你们三个。 别废话，让你脱你就脱。行了吧，脱也脱了，看也看了。我能把衣服穿上了吗？赵什么急？你这小身板还得练呢。没错。
你不是一直想知道你后背的秘密吗？过来。你看，这石块里的符号和你后背的符号是一样的，这是古铜经的文字。只要我们找到一定的线索规律，这扇门就会打开。也就是说，刻在我背上的图和我所遭受的这一切，就只是为了让我来到这扇门前。黄岩是机关大师，他留下的线索一定没错的。行，那还等什么，来吧，把这扇门解开，等你们进去了我就可以走了吧。不过这些石块要按照一个正确的顺序按下去，这个门才会打开。顺序是什么我还不清楚。是什么试一下不就知道了吗？别碰，按错的话大家都会死在这儿。动作这么诡异，肯定另有玄机。你应该跟我想的一样吧？看我干什么？过来。你们好了没有啊？我能不能把衣服穿上了？你脑子都不动一下，就动一下身体吧。什么叫我不动脑子啊？我是看不到自己的后背，好吗？说吧，叫我做什么？学一下画上人的动作。哎呀，不是，这个设计这个机关的人，他脑子，他什么癖好啊？他少那么多废话，快！手再高一点，嗯，这个腿弯一下，弯一下，嗯，那个手再高一点。啊啊！怎么了？动作有那么难吗？不是不是不是，我背上有一小块特别疼。啊！帮忙，过来看。你看，把这个符号记下来。好，下一个。哎，这位不疼。你动作反了，当然不疼了。哦，啊，有了。啊，好，下一个。啊啊啊！快点快点，疼死我了！再坚持四下就好了。疼吗？对了对了，疼疼了，快快快快快进！啊！哎呀！怎么这么笨呢？你行你来。笨？傻？啊！快！下一个。
什么情况？前两个没问题，你的第三个出问题。来，快，对不对？疼不疼？不疼。怎么会不疼呢？我怎么知道？看一下，高一点。 是不是姿势不对啊？疼不疼？哎，你疼不疼啊？我疼什么呀？你自己看你腿，疼不疼啊？啊，开始疼了，开始疼了，你给我看一看。怎么样？走，帮忙，记错了，手递两个点儿。哎呀，哎，帮我拿着。 这就是我们一直在找的地方，不就是座庙吗？没什么特别的。没什么特别的，你们多少人进沙漠，又剩了多少人？我们四个能活着看着这雕像，已经是谢天谢地了。你说的对，我要是不是你们的活地图活道具的话，说不定早死了一万次。死了多可惜呀！少年呐！ 难道你看到这雄伟的古庙，你不觉得很惊叹、很好奇吗？怎么样，吴老板，有发现吗？这株蛇柏雕像的四周，全都有焚烧过的痕迹。这说明这个蛇柏是用来参拜的。 神庙的顶端搭好了一层脚手架，除了来祭祀的人，千百年后的近代人，看来已经来过这个地方。也就是说，我们不是第一个发现这儿的。但是他们是从上往下搭的脚手架，看样子后门不一样，不是从门口进来的。我猜测，他们是在顶端进行了爆破。 因为时间距现在至少70年的时间，所以爆破的入口
应该已经被风沙侵蚀淹没了。70年前的人，他们的技术装备都没有我们发达，他们是怎么做到的？在那个年代，做工程都是竹制的脚手架，而这里面穿插着金属钢管，这在当时可要消耗相当大的人力和物力，所以这绝对是一个境外相当大规模的工程。这个工程是干什么的？我还不知道，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，1000年后的近代人，他们曾经想探索、开发、利用、保护这个地方。对，探索、开发、利用、保护这个地方。你说的对，他们想探索、开发、利用、保护这个地方。探索、开发、利用、保护这个地方。探索、开发、利用、保护这个地方。是怎么了？卡带了。他们想探索、开发、利用。坐。哎，我家录音机以前卡带的时候拍一下就好了，没想到人也一样啊。这哪儿好了？这一看就是死机了呀。探索、开发、利用、保护这个地方。你说的没错，他们想探索、开发、利用、保护这个地方。醒醒啊，王鹏！说的没错，他们想探索、开发、利用、保护这个地方。吴邪，你醒醒啊！没错，他们想探索。你醒醒，醒醒！利用。回家了。你说的没错。吴邪，吴邪，我没事。哎，吕醋，你怎么把吴邪弄好的？快过来，过来，这儿还有一个呢。推是没有用的，得扇巴掌。你刚才扇吴邪巴掌了？你小子够狠的，我也要来一下。黑爷，你这一巴掌太爷们，太凶猛了。过奖过奖。以后有这样的好事儿，还得先让我来。你说这两个神经病中的是什么邪啊？这儿机关重重，说不定中了什么招了。不应该啊，我们四个人是一起进来的。中招的只有他们两个，我们两个却没事。难道是刚才打黑毛蛇的时候？你自己看你腿。哎，吴邪怎么又上去了？不行，得把他弄下来。吴邪，千万要冷静，好吗？吴邪，你答应过我的，你会安全地带我回去。完了，完了，中毒。没完，也没有完。吴邪，你听我说，你答应过我，你说话要算数，要算数啊。完了，中毒。黑爷帮忙！
坚持不住了，铁的！这是什么洞啊？矿洞。矿。